我们今天要玩的这款游戏叫做你画我猜，有火影忍者哎，简单啊。那是什么？这个是火影忍者里面一个人物，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在对他比道战，不，那个，还说他很逊啊，逊啊，不，不是谁？周围的人都说他很逊，不，那个，最讨厌的人，我最讨厌，你最讨厌谁？我最讨厌手足。他是别人的小孩，他是谁的小孩？是小孩，哎，我最讨厌。他是博人，我不知道博人特征是什么。我觉得因为他画起来很像鸣人啊。哦，是什么？他好像打起来了。勒什么？影子束缚术哦。哎，不对啊，有三个字呢。哇，他们连结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啦？哎，那什么？那个三个字控制他。第一个字是勒哦。勒勒什么？哎，傀儡剧场吗？傀儡那个是傀儡是谁？用傀儡的是谁？勘九郎哦，勘九郎。等一下，你有没有猜对啊？我猜对了，勘九郎吧？对啊，哎，那个是选字问题哦，那是选字问题。好，轮到你了。哦，差嘛，哇，他的特征哦，那个四个字。四个字。他是一个人物，对，他是一个人物。四个字的有人，牵手奶奶吗？不是，那是奶。鹿丸，鹿丸，鹿丸的本名是什么啊？好差吗？你不知道。鹿丸姓什么？鹿丸姓什么？小美，可以提示第一个字。提示第一个字啊！快点提示我第一个字，女生，快点来，不要再画，你先提醒我，我不知道他姓什么。姓奈良，好奈良啊，奈良鹿丸。哦，我对了，我好聪明哦。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圣诞老人。啊，是鹿丸。哦，奈良鹿丸。哦，我笑到鼻子好痛哦。Hello， 我很难哎，这要很熟的、很熟角色才行哎。这应该也是人物吧？很明显是个脸啊。哎、欸，也是个人。哦，长发。哦，很明显了吧？啊、这很明显了，自来也。不是千什么奶奶吗？千什么啊？谁姓千？千代奶奶有这个人吗？千什么？有人猜对了，千什么？千什么？那个他是火影的，他是火影，可是那个千什么？我只知道他姓什么，我忘记他后面叫什么了。你跟我讲，千手观音。他叫千手什么？千代奶奶啦？不是啦，他是男生，他是火影，他是创立那个忍者村的第一代，那个谁？第一代火影了。对，他叫千手什么？千手柱间，千手柱间，你看，我比你还熟，我比你还熟。我比你还熟。调侃派耶。千千镜子。好换我，不要看。我没有看，我没有看。那、这很难哎，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对、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、第三代的火影老爷爷是不是？换得很像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哎。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哦，这个很难吧？我要提示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，那选字要怎么选？哦，他本名叫算山吗？为什么不叫原配蒜头？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他的本名很冷门吧？对啊，这谁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哎、那个草，这是谁啦？那是菠萝吗？凤梨，原配凤梨。不是，他是人吗？他是谁？菠萝，元妃木叶丸。不是人，他是菠萝。他是谁啊？带土啊？不会吧？木叶丸哦，木叶丸。他脸上有21是不是？他被挡掉了。还是他是21岁啊？第六代火影是谁？卡卡西哦，不会吧？漩涡鸣人，他是漩涡鸣人。漩涡，好晃你。是火凤梨，换到你了。换我啊！我记得还有这个，然后还有这个啊！哦，他是不是跟再部长有关系？哦，对了，我对了，那是屁眼，他旁边有屁眼，那是雪花啦。你为什么不在旁边画很多镜子？他用这一招把鸣人打成九尾状态啊！然后嘞，他眼睛嘞，怎么还没画完？哦，你真的很不会画哎、欸！哦，有了，看嘛，那个什么螺旋丸，这是什么水龙蛋？为什么那么像便便啊？嗯，那是红色火球吧？火盾吗？起爆符，起爆符，不是起爆符是什么啊？这什么东西、啊？那个奶油面包。那个上面有火焰的痔疮哦，牙通牙啦！不是不是牙通牙，我谁？蛇丸，大蛇丸。
大蛇丸，大蛇头，大蛇丸到底哪里像啊？这到底是哪里看得出来是大蛇丸？我觉得画一条蛇比较实际一点嘞。那个蓝色鸟，青鸟，雷切不是？它镜像，它有耳朵哎。是谁？它笑哎。银树小子。是谁？他是谁？他两万元。尾兽，尾兽啊！他是一尾哦，他是二尾，二尾，二尾叫什么啊？他是谁啊？他是谁？我对这个尾兽不熟哎。怎么办？那个尾兽叫什么名字？可是他画的很像哎，可是他叫什么？灰太狼。是啊，是提起守鹤哦，守鹤啦。守鹤幼女，幼女是谁啊？哦，换你，换你哦。来，这简单了，这简单。哦，真的吗？送分题。简单哦，这很简单了吧？几个字啊？四个字。嗡嗡嗡，这是不是不太明显啊？河虫化。它没了。那个，怎么办？那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陈太郎这样可以猜对啊？等一下啦，那个我要画明显一点，它里面是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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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脸，然后这是它的眼睛哦，然后外面有牙齿，这是牙齿哦，然后它把它包起来了哦，看得出来了吗？哎，我答对嘞！你答对了，我画得很像吧？你刚刚画的比较像，你现在不知道他画什么。有的时候我一开始画的比较好哎。对呀、啊，你为什么把它擦掉？因为我感觉你好像看不出来哦，猛毒。这一次的主题是宝可梦、欸，这真的很难哎、欸，不是我要说哎、欸。怎么办？开始喽，我先学一个颜色接近的。那个两个字。我猜对了，耶、yeah! ！我觉得我画的很好、啊哦。哦，你画的很好哎、欸，即便你画的很像草泥马。你有把它特征画出来、欸，可以吧？很简单吧？哦、六尾是长这样吧？对啊对啊。哎、OK 欸，六尾是白伤，换我。换你了。啊，我唱啊。它几个字啊？两个。火那个喷火龙，它是恐龙吗？它很壮，它是超梦啊！超梦，吼、哦，我好厉害哦，可以耶！你画的蛮好的、啊，他好像有点忧郁耶。我是要画他生气的那个脸，是吗？你要画他手，他手是三个球，他手长这样，他手长这样，哦，好像是哦，球球手，你画的超梦看起来蛮瘦的、哦，然后再来，哦，我那是脚吗？哦，小泉石、哦、还是万历？万历不对，三个字，极冻鸟，极冻鸟，极冻鸟，不是、欸，它看起来像极冻鸟啊，还是极冻鸟别的名字？大气了，大嘴鸟，逃了。陶乐比，没有，不是极冻鸟，我刚刚打极冻鸟就错了。三个字怎么办？我是谁？我爱罗，喷火龙。哦，可是它什么鸟？哦，我对了，真的是选字问题耶。哦，真的是太急了吧？我觉得聊天室有点耍白烂。它是不是一颗头啊？什么水箭龟？水箭龟，对，你看我好聪明，我怎么那么聪明、啊？他画两个圆，我就知道他是谁。我从他最迷你的还没有进化就开始猜。你看我好厉害，可以啦，这灵魂画师哎，画这样子我就知道了。而且他现在在玩稿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的头有点怪怪的？这不行，抹他。他画得很符合啊。哎、欸，你是说那个头吗？水箭龟头。换我了。我、哦、为什么都换你？我都没有。来，这个很简单。嗯，那个蓝色的。两个字，两个字。耶、yeah, ，我答对了。那个是选字的问题，大家是那个选字的问题。他不是那个鼻整大的。水系神奇宝贝。对，然后小字可以其他，很简单吧？旧版神奇宝贝吗？旧版的。旧版的是什么？是什么属性的？是水。水系神奇宝贝四个字，水母，它叫什么名字？蓝色的，然后头上有两个红红的，对不对？脑麻水，脑麻水母，不要猜颠倒字。哦，脑麻水母，然后两个字哎。哦，比雕，哇，聪明哦，可以啦，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我觉得大家很会画哎。被小智忘记的生物啊，那个说办完事再接你，二十年过了。皮卡丘三黄色的不是？长颈鹿。长颈鹿什么什么黄色的三个字？怎么办？黄色有什么？那个爱丽莎莎。
喷火龙啊，喷火龙，喷火龙，不是哎，不是喷火龙，他是不是一个会催眠的、啊？是不是会催眠的那一只？那个苏立博，苏立博，难怪难怪有人说艾丽莎莎，不会吧？ Yeah. 不对吧？看起来像穿山甲呢，真的吗？哦，穿山鼠啦，哦、oh. ，还一直都是说苏立博。好了，游戏结束。好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了。真的哦，谢谢大家今晚的收看。我觉得那个有主题性的时候猜起来特别。我觉得火影忍者的蛮好猜的。对啊，那可是神奇宝贝有一点点难。我玩的好累哦。哎、啊，我觉得下次我也玩食物的。我觉得我们下次我们两个决斗看看。好啊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今晚的收看，大家麦特面。大家麦面呐、啊。